是 Shinatron， eventually 我就是founder of 这个 company。 我的职位在这个 company 是director in operations， but 我们是 logistics solution provider，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customize 我们的那个 logistics solution 给我们的顾客。我觉得这个奖是很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奖，我觉得我想给一个尝试去试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得到的话，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。最关键的那个因素应该是 teamwork， 如果没有一整个 team 的付出跟努力的话，这个奖基本上是不可能拿得到，因为这个奖不是一个人的奖，是一 team 人的奖。我们讲真的是所有每一个人的付出的努力，我都觉得每一个人的付出的努力在这一间公司里面都是有血有汗的。我的团队们，我的员工们，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，有一份薪水，然后大家公司在赚到钱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再分享，就是那个 bonus， 大家每一年可以拿到一些increment 这一种这样子的东西。Innovation, dedication and technology， 我时常跟我的员工说，你一定要 be innovative， 你要很 dedicated， 然后我们一定要跟这个时代一起前进，所以 technology 也一定要跟进时代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成功之道。Thank you, Golden Bull Award.